墨斗肠里边是由墨鱼肉、鱼肉和鸡腿大块肉制作的啊，超级超级香啊，里边是甜口的，然后肉质特别松软，口感特别好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啊，我把它挂在小黄车里边。鲜嫩甜甜的，孕妇和小孩的首选，里面全是瘦肉。好吃。圈圈肠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排啊，96两包，1423包啊。爆汁款的圈圈肠，圈圈肠96两包，1423包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就可以啊。爆汁款超好吃，想吃直接去下单啊。腿肠啊，然后这个接着吃，太烫了，上个视频没吃完。想吃的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啊，下单以后给你们送蘸料，我上面蘸的这种啊。还是这么烫，呼呼冒热气，这玩意儿趁热吃，越热乎越好吃，越别烫着啊。刚出锅的，行，走。辣椒面，辣椒抢走了。肠接着吃啊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下单啊，98两包，1463包，回家少油煎一下啊，给它煎出酥皮来，特别特别香。墨斗肠，然后咱家的墨斗肠里面是墨鱼肉、鱼肉和鸡腿肉制作的，一点肥肉都没有啊，口感特别松软，然后那个它是甜口的，想吃的小黄车直接去拍啊。孕妇和小孩的首选。里面满满的都是肉，鱼肉、墨鱼肉，还有鸡腿肉。